你混蛋还敢来啊！说的是啊，这厚脸皮。我是不在，我要在，我让他满地找牙。理他呢！小子就不是个人，就是个畜生。可不是嘛！你忘了上次在团长办公室闹着要开除你那一次，把他能的还。我这次也没客气，给他骂走了。嗯，你厉害。他以为他什么破司令啊，在我马国兰面前他狗屁都不是。秋红也没客气。 一兜子鸡蛋，直接砸他后背上。行，该。哎，对了，点点呢？在外头，跟秋山玩呢。哎呀，你这个女儿，完全就是个假小子，成天疯的呀，跟着秋山后头乱转。行，你把他找回来吧。好。嗯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给我一袋。干什么呀？我给秋红家送袋米去。怎么了？干什么送人啊？留着自己吃。 我们家一袋够了，人秋红家那么多孩子呢，不容易。你小舅子就在隔壁住，你怎么不想着跟小舅子送一袋啊？他不是跟我一块下乡的吗？他也买了。那也不送，留着自己吃。马桂兰，你什么时候成那么小气了啊？送人一袋米怎么了？这是米吗？我怕这是心。小白痴！哎哎，村长龙。 孙师兄，师兄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从乡下给你弄了点小米。哎呀，不用，你们自己留着吃吧。我那儿有的是，拿着吧。那谢谢师兄了。孙叔给我吧。哎，好好好。怎么样，下乡演出还行吗？行，演了八场，场场爆满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个。 陈子辉的事儿啊，我听说了，你放心，我回来了他就不敢胡闹了啊。孙叔，点点说你像孙悟空，是吗？哎，秋山，你看孙叔，哎，叫孙悟空啊。点点，点点，叫你爸回家。师兄，你赶紧回家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走了，再见。 说让我看看你的画。哼！秋山，明天再看吧，先洗脸洗脚，该睡觉了啊。秋红，今天休息啊？是啊，今天太阳好，晒晒被子。 还没吃早饭吧？没呢，让孩子们多睡会儿。是啊，难得有个星期天。你干嘛？你松开！别打人了啊！松开！你，你等等，我真动手揍你了啊！天叔子，我没法跟你过了吧？大强，你松开！你给我松开！你干嘛呀你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给我松开！你给我松开！大侠，哎呀，哎呀，别打了！是我，松开！松开！松开！ 怎么回事？别闹了！这是闹回事啊？这什么呀？你们这就是有病瞎造！我这日子没法跟你过了。哎哎，过来，我起来说话，你把那钱带回去。我先把他们放回事啊！这是闹吧你？这三天一小吵，两天一大闹的，过不过日子了你？没啥事儿，你跟你姐也不说实话啊？他就是欠抽的。他欠抽，我跟你欠抽，你在外头不搞那些幺蛾子，他能跟你闹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 说呀，没词儿了吧？那不就是小雨兰嫁给我这么长时间，连个种都没给我剩一个。哎，可不着调的东西你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你说他还是不是？整天喝酒耍牌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下乡演出，他招人家村上姑娘。 让人家大队书记找上门来，给团里丢了人，他还浑身是理，这日子我没法跟他过了。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看他都忘了我是他老婆了。秋红，你说，在团里，我大小也算是个主演，不比他马大侠差。我瞎嫁给他，他还有理了。
这么不把我当回事儿，整天就知道在外面鬼混，我也不能说，一说他就动手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擦把脸。 我是忍了又忍，今年实在是忍不过去了。这过日子嘛，难免总会磕磕碰碰的。这个叫磕磕碰碰，这就叫活受罪。我想好了，这日子我坚决不能跟他过了。我要跟他离婚，我现在就跟他离，我让他看看。 小孩别管。哦，我看啊，这俩人日子过不下去。哎，这让你说着了，就快完了。这桑秀兰也是，老跟大仙瞎吵吵什么呀？这怪上桑秀兰吗？是你弟太混蛋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媳妇儿在眼前呢，还招蜂引蝶的，搁谁受得了啊？你说是真的呀？不信你问他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来那会儿吧。 这俩人就老眉来眼去的，桑秀兰老让大仙给他拉琴开小灶呢。你说这一来二往的，俩人就成了，这都结婚两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怪你家大仙啊！叨叨叨叨叨什么呢？叨叨叨叨叨。干嘛？不爱听我说话？不爱听。我知道你爱听谁说话，你就爱听那屋子讲话。不是你又怎么了？又哪根筋不对了？这说你弟呢，往哪儿扯呀你？你干嘛去？ 哎，出去。哟，怎么苏兄吧，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前几天我父亲去世了，我回了趟老家。嗯，赵龙，你好像不欢迎我。没有啊，这再说了，你也不是来看我的，我欢迎不欢迎的有用吗？哪天咱俩好好聊聊吧。聊什么呀？聊陈子辉。 陈子辉，那杂碎，有必要聊吗？你进去吧。师兄，刚回来就站在城楼观风景啊？你眼瞎了？这城楼啊，这风口。气不顺，跟谁呀？你哪只眼看我气不顺？我气顺着呢。 这享清博日子，我心情好着呢。行了行了，我跟你瞎扯了，我找邱红去。哎，干啥去？碍眼啊！苏青刚进去，你没看见？师兄，我怎么闻着一股子醋味？行行行，下车，给我聊聊。哎，等会儿我得喊一嗓子，得让马贵兰听见。冯美丽，你就数搅屎棍的，我看出来了。对呀。 我专门搅和你和马桂兰的事儿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发礼物。秋云，这是送给你的。真好看，谢谢。秋风，快出来。秋风，这是送给你的，快拿着。苏叔叔以后教你画画，好不好？ 这孩子，哎，没事，慢慢来。嗯，叔叔，我的呢？你？昨天我给你的小泥哨呢？小泥哨让哥哥摔碎了。是不是啊？哎呦，那可就没有了。啊。有。秋山，看，这是什么？喜欢吗？嗯
欢，叔叔说让我亲亲你。好。哎呦，乖，这孩子，一把手枪就把你收买了。姐，走，我要去给哥哥看。你跑慢一点。九红，这是送给你的。给我的。啊，我给你戴上。你说这个苏青，玩什么呢？一会儿不见了，一会儿又出现了。哼，人家手段多高明啊！师兄，你真把他当情敌了？啊，他够格吗？听你这话就是这意思。其实，你应该祝福他们。为什么？他是可以守护在秋红身边的人。王美丽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呀，就是一叛徒。我吗？说你自己呢吧。不过我觉得苏青这次倒是挺奇怪的，在秋红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去哪儿了？他说他父亲去世了。是这样啊。先吃饭，待会儿再忙啊。哎，秋元阳，有米饭。不用，我喜欢吃窝头。秋红，好好吃啊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一回家，陈子辉就在我家门口堵着呢。他去找你了？嗯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跟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，不过他好像真的知道那幅画还在，特别着急想要找到他。那怎么办？他现在不敢怎么样。我当时就问他，是不是要抄家？要抄家赶紧抄，只要他敢抄，我就敢把他的老底都兜出去。他现在最怕人揭发他了，所以啊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放心吧，那幅画安全了。他去厂里找我了。啊？他去了厂长办公室，说要跟我做个交易，让我把画交给他，他就把我调回京剧团，我没答应。这陈泽辉太卑鄙了。结果，当天就把我调到纸库了。他真的是疯了。我姐夫这辈子就留下这么一幅画，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精神寄托，我说什么也要保护住他。苦了你了。陈泽辉他还能把我怎么样？顶多就是让我吃点苦。我什么苦没吃过，我不在乎。你说是在苏青那儿，还是在秋红这儿？秋红，你呀，都摆弄一个钟头了，来，喝口水。奇怪呀。怎么奇怪了？他们这藏猫猫呢？哎，你说，你说这画儿是在苏青那儿，还是在秋红那儿？谁手里也不在，画儿肯定烧了。不可能！你呀，整天琢磨那个破画，都快魔怔了。风雷洞的人说了，画上那几句诗啊，是仇恨社会主义制度，是为阶级敌人鸣冤叫屈。那画就是个定时炸弹，这一旦炸了，就能把我炸得粉身碎骨。人家不过是吓唬吓唬你，你就整天吃不香睡不着的，还跟豆子较上劲儿了。这有的人就为一首诗几句话就成了阶下囚，甚至丢了性命。我陈子辉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这个位子了，我可不想一跟头摔死。你能摔到哪儿去啊？大不了回家带孩子。你懂什么？子辉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，你呀就是个画家，领着那帮小孩抄这个的烧那个的，真是作孽。像苏青那样当个逍遥派有什么不好？这话可不敢胡说啊，你不要命啊？行行行，不说了，我都快成你的帮凶了。
姐，哎，你来啦。嗯，小姨，我去洗吧。好。苏青走了，他不走，你就不来了。师兄说了，不让我来当电灯泡。你遇到师兄了？对啊，在你们家大门口见到的，他还拉我一起去散步。啊，对了，你们下乡演出效果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师兄演的什么呀？李玉和呀，他最拿手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带的，你最爱吃的。什么啊？菱角啊，麻糕，毛栗子。哎呀，你把整座山都搬回来了呀？我搬不动，要不然我还真搬回来。那山里的空气好的呀，吸一口甜死你的。快坐吧，我现在就想吃。来来来，打开打开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毛栗子可好吃了，吃一口停不下来。那你也吃一个，来。孙叔，孙叔，你能收我当徒弟唱李玉和吗？秋山，你那么小就想学唱戏了，想拜孙叔为师啊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孙叔当师傅可严厉了，可吓人了，你不害怕？不怕。呵，行啊，那你唱一段，我听听你嗓子怎么样？我是公社小社员呢，手拉小镰刀啊，身背小竹篮呢，放学以后。秋山嗓子挺亮的。行啊，是这块料啊。秋山，不许胡闹。孙叔已经答应我了。答应了还不跟你拜师？秋山，快跪下磕头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孙叔，你收我当徒弟，我就亲你三下。哦，这小子也会玩这一套啊！啊，好，孙叔答应你了，你亲吧。你也给他瞎起哄啊！这孩子多聪明嘛，不学戏你就亏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孩子多聪明啊！不错，董博文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还能沉下心来创作，真的难能可贵。苏老师，我不想干那些无聊的事儿，太浪费生命了。哎，这种话不能乱说啊。苏老师，您不也是逍遥派的吗？不说这个了，看看你这幅木板画吧，真的不错。人物还有构思都很好，意境也出来了，只是接下来就需要制版和倒模了。这不成问题，我爸是印刷厂厂长。印刷厂？对啊，他答应的，帮我制版倒模。哎，董博文，我有一件私事，不知道能不能找你爸爸帮个忙。苏老师，您说。这些都是用来印刷的纸，一般都是男人干的活，非常非常的重，你看你能行吗？行，我能干。钱卫东，这是新来的秋红，你看，帮他搭把手。哎，您好。怎么是个女的？女的怎么了？哎，博文，你还是先和你爸单独说一下，这样不会显得太唐突。嗯，行，那我先进去找他。哎，哎，对了，老师，您说的那人叫秋红吧？哎，他就在纸库当搬运工，我先过去看看他。哎，好，要是他们不让你进的话，你就提我爸的名字。行。你说的厂领导也是，安排一个女的来干这活，你说这哪是女人干的活呀？哎呀，真是！干脆我看看，你还不如给厂里面打个报告，调就得了。师傅，我可以的，你看，我一个人都行。哎，
你看，我已经把你送到了医院了，你还不走啊？来，起来，看你能走吗？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送医院呢？ 我说女人不能干呢，伤着了吧？哎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！我没事了，你赶紧回学校上课去吧。学校现在已经不上课了，你就安心养着吧。医生可说了，这脚趾头骨折不容易好，绝对不能动啊！你就让我照顾你，秋红。 你腿怎么回事？怎么伤那么重？秋红是被印刷厂的货给砸了，脚趾头都骨折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兄，我没事儿。秋红，她被调到纸库工作了，那么重的东西她根本就搬不动。你一个女人家能干得了那么重的活吗？谁安排的？师兄，我真的没事儿。你告诉我，谁安排的？你说呀。是不是，又是陈子辉？ 小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干什么呀？赵龙，不行，你要闯祸了，赵龙，赵龙，赵龙，赶快！你赵龙，你要是出了事，我跟爹爹怎么办呀？他太欺负人了，我非弄死他不可。我去，我去，你照顾好爹爹，我替你去跟。去什么呀？你去。赵龙，怎么？哎呀，大姐，干嘛呢？快快快，快把你姐夫救回来，他要闯祸，快去！行，休息可以，调工种不行。老董，我说话不好使啊。我跟你说，喂，喂。 反了他了，渴了吧？喝点水。我跟你说啊，秋红，伤筋动骨一百天呢，这些日子你可得好好养着。小姨，小姨，妈，小姨怎么受伤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妈，你脚疼吗？已经不疼了。妈，孩子们。 你听我说，你们小姨的脚呢，要养一阵子才能好呢。从今天起，大家都听话，该学习的学习，该画画的画画，该去幼儿园的还得去幼儿园，什么都不变啊。家里的饭啊，苏叔叔做了。苏叔，我帮你。好。哎，同仁你好，你找谁？ 我找你们陈司令，陈司令没空，不能。他见着我就有空了，你不认识我呀？李玉和，票给我吧。你们陈司令啊，跟我说了，这个票得亲手交在他手上，知道吗？哦，你等一下，我通报一声。不是通报什么呀？怪麻烦的，都是朋友，你忙去吧，忙去吧，忙去吧。你，哎，那签不签你就打字吧。 秋红，我还从来没这么打扮过呢，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餐馆的大厨？像。我炖了骨头汤，一会儿喝点啊。哎，没有肉票，你哪弄的骨头呀？我去了趟屠宰场，找人买的。对了，你说我刚去纸库上班就出了这种事儿，是不是影响不好啊？有什么影响？有影响也不怕呀，你受伤了呀，养伤重要。 那你明天去帮我请个假吧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们董厂长已经准了你的假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啊，他呀，我去纸库就是他一手安排的。那他也是屈服于陈子辉的淫威，以后不会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你们厂长的儿子
是谁吗？他是苏青老师的学生。你这么一本正经的人，也学会走后门了。哎，喝汤，喝汤。你说你爸都走了俩小时了吧？怎么还不回来？急死人了！哎呦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着什么急呀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吓死我了！真是吓什么呀？陈子辉那货呀，你欠收拾。你说你为这事儿，你再出点事儿，你值当的吗？什么不值当的？这叫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行了啊，人家秋红老师已经有人保护了，用不着你们瞎操心。谁保护？苏青老师啊，那一天都守着呢。哎，要说秋红呢，也配不上人苏青老师。那苏青老师单身，又是大学教师，有文化，长得又好。那秋红过去虽然唱红过，那现在不也被裁到印刷厂当工人了吗？还拖着几个孩子，落难的凤凰不如鸡。行行行，没完没了。就不爱听了。行啊，不爱听就不说了。那个，我给你烙着春饼呢，我给你拿着啊。三叔。哎，珊珊，你妈妈怎么样了？好点呢，叔叔叔正在熬骨头汤呢，可香了。嗯，哎，点点啊，点点跟秋山哥哥出去玩好不好？来，哟，这么早就吃过了？可不是嘛，你们几个晚饭吃可真够早的呀。来了，点进。苏老师啊，哎呦，做饭呢啊！哎，苏老师啊，这我自己酱的萝卜，你尝尝。谢谢谢谢啊！哎呀，苏老师还会做饭哈！哎呦，我瞎做。秋红真有福气。他这不是受伤了吗？家里没人照顾，孩子们又小。嗯，那个你要有什么不会的，你叫我，我来帮你。啊，不用，我忙得过来。啊，你说咱们都在一个院住着，大家都跟一家人一样。是是是。哎呀，我们家赵龙也是一个热心肠，这不今天白天为了秋红差点跟人打一架呢。就那陈子辉，哎呦，可不是东西了。哦，啊，这汤马上就好了，待会儿一块儿吃吧。哎呀，我那熬着粥呢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好好好，苏老师有需要帮忙的叫我啊。谢谢。秋山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哥不理我？你哥，他可能学画画呢吧？等他画完了，他就来找你玩了。我不想跟哥玩，我想跟点点玩。点点，那你去找他吧。什么日子，跟单身汉一样。姐，你看你，你送吃的就说送吃的呗，还非得说两句难听的话。怎么了？我不能说呀，我说错了。哎呀，你回来了，姐，我想和马大贤单独谈谈。嗯，谈吧。哼，媳妇儿，别叫我媳妇儿。你看。你这一回来就是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我回来就是要跟你离婚的。谁说要离婚了呀？这离不离由不得你，这婚我是离定。哎呦，媳妇儿，要是我有什么不好啊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以后绝对不再犯了。我给你的机会还少吗？签字吧，你要不同意，咱俩就上法院。哎，不是，谁说要离婚了？真离呀？啊？你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说走就走了？
要跟你离婚啊？啊！你就作吧。秋红，来，喝点水。我先走了，明天早上再过来。你要是忙就别来了。不忙，现在学校已经停课了。那你画也不画了吗？嗨，画画嘛，就是随心的事儿，实在太忙了，也可以放一放呀。让你辛苦一天，怪不忍心的。说什么呢？你要不是受伤了，我想见你一面，还挺困难的。那你赶紧走吧，不然就赶不上末班车了。哎，叔叔叔，你能住下吗？住下？我晚上睡哪儿啊？你和我睡小床。这孩子心多细啊。像我姐。孙兆龙，你把我拉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？我不能找你聊聊。能找我聊啊？那你说话呀！你这半天不说话干嘛呢？不是，你看啊，秋红一受伤，这苏青就扎他家里了，又洗衣服又做饭，还看孩子，都成一家人了，这像话吗？你笑什么呀？你笑什么笑呀？你笑笑笑笑笑！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，慢慢说。我问你啊，孙亮子，你琢磨这事儿琢磨了多长时间了？秋红家出事儿了，苏青不去，谁去啊？你去啊！你去给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去了，你们家那马桂兰还不得杀了你？知道，我心里难受，不行啊。行，你心里难受，那你就想让秋红这一辈子不结婚？好好的守着你，您老人家呢，就像天上的星星，够不着也摸不着，在那眨呀眨呀。秋红呢，就在这盼呀盼呀的，这样你心里头就舒服了，就不难受了，是不是？刘科，我哪儿疼你往哪儿戳，你就舒服了是吧？孙兆龙，你心里头那点小九九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这是典型的人在曹营心在汉。你说，我现在是不是有病？哎呦，这是病得不轻啊！哎，苏老师可真行，就天天这样伺候秋红一家子，真是个好人啊！就是，你说秋红受了那么多罪，要是和苏老师真的能成了，哎，那真是老天爷长眼睛了。是是是，是吗？当然啊，他俩挺般配的。你已经结婚了，你当初娶马桂兰的时候啊，是有一点被逼无奈。可是你既然做了决定，你就应该想好了，和秋红断得干干净净的。如果不然的话，那后边麻烦事多呢。这由得了我吗？由不得你，由得谁呀？你那个心里头一天到晚的就是啊，秋红秋红秋红的，这回到家又跟马桂兰睡一个床上，你别说马桂兰了。她是个女人都受不了，不是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成什么人了？赵龙，我知道你是想帮秋红，可是你说你做这些事儿，咱别的不说，就说你找陈子辉打架那事儿，一次不行，还去两次，你打的倒是痛快了，到最后遭罪的是秋红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陈子辉当时就盯着裁员，这倒好。把秋红弄到了工厂当排子工，后来又给贬到了纸库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整秋红吗？你说这一个女人能承受多大的压力？这不出事儿才怪呢。是是是是，我不对，我是罪人，行了吧？我是罪人。你看你看你看，咱不好好说吗？一说你你就这样。你我知道我老帮倒忙，但我忍不住，我看秋红遭罪我心疼，
就像把我心挖了去一样。挖了，挖了倒好了，挖了你就不会再想了。你听我一句劝吧，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人家苏青老师跟秋红在一起挺好的，你应该为秋红感到高兴啊。我告诉你，孙兆龙，你要真替秋红着想，你就别再纠结这个事儿。别纠结，我没纠结。我没纠结，我不纠结。你不纠结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？两个大老爷们整得跟谈恋爱似的。哎呀，快坐下坐下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坐着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你哪弄的？我呀，昨天晚上一回去，就找我们学校的木匠借了工具，我干了一晚上，做好了。啊？你做的？嗯。哎，试试。好。哎，高矮合适，高矮合适，嗯，刚好。啊，慢点走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真好。哎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对呀，啊，你这样多练习练习，以后更舒服。真没看出来，你还会做木匠活。没看出来吧？嗯，我还能打柜子，能打床呢。真的吗？以后外边天气好了，出太阳了，你就可以拄着它到外边走走。嗯。秋红，我特别想和你真正的成为一家人。哎，你知道我认识你多长时间了吗？有十年了吧？整整十年了。那个时候我20岁，现在30岁，这么些年，我的感情只用在你一个人身上。知道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，我就不用说了。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也不想再提。虽然咱们俩没能走在一起，但是我心里的这个希望还在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能接受我，爱上我。这一天，是不是已经来了？看着你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，我特别想跟你分担这一切。我鼓起勇气向你表白不是头一回了，前几年你没有答应我，我不怪你。我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忘掉一个人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如果你还没有做好接受我的准备，那我就等。对不起，苏青。别这么说，我想我等了这几年，你应该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吧？不然我是不敢开口的，因为爱这个字不能够轻易说出来，说出来它的分量就很重。我追求的是真爱，不是应付。为了这份真爱，我经历这么长时间的等待，觉得很值得。我这次回老家替我父亲办后事，我母亲又问起我的婚事了。很坦白地告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但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母亲告诉我说，我父亲去世之前已经答应咱们俩的事儿了，还让我把家里祖传的戒指带回来，给你戴上。秋红，你在听吗？抱着。
生气，我的爱不停，也曾被雨淋，梦湿透，被摔醒，但是总有阳光照。小的生命象征美好的光阴，你看见空中翩翩起舞是我亲的声音，我相信会有一双被我降落的手心，带着忧伤快乐和高兴飞吧蒲公英，飞吧